刚才听我们工作人员说，昨天还是大风，天气非常的不好。我刚才在想，如果今天是大风的话，我刚才的这个舞蹈就没有办法带给大家。还好天公作美，接下来呢这一首歌带给大家是我走遍世界各地都会唱的一首歌，《红楼梦》的主题曲，我林梅带给大家。每当唱起这一段非常优美旋律的时候，很多国外的观众都不相信中国的艺术有这么博大精深，所以呢也想简单的清唱几句，就把刚才这一首歌带给所有的好朋友，是我出道的时候唱过的一首歌。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心绪都久久不能平静。我是因为这一首歌才走上了现在的这一条，可以说让我吃了很多很多苦，流了很多很多汗的这门职业。这首歌名字叫做《为了谁》，今天
温故而知新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首《为了谁》带给大家，同时也带给非常辛勤的大屯煤矿的各位领导、各位职工以及在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聆听一下这首《为了谁》带给大家，谢谢。